来这位是，我是台东的朋友。那个你没有看过，你们知道我之前有演过那个。那个花姐的店有没有听过？我们用这首歌来欢迎阿德。跳舞后呢？我知道了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听一下的歌声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好，我们介绍一下。好，介绍一下呢，因为今年初呢，我们零八九舞蹈公司有做单曲的推出，这样从一月份开始。那我这首歌呢，就是在讲失恋的一个心情，那也是我们零八九舞蹈公司。第一波的主打单曲，然后我们尝试用主语做创作，对，然后这次呢比较难的是就是用备战主语，然后表达这个失恋的心情，然后叫做 I get， 谢谢大家。
前两个月就传简讯给我说，这一次可不可以来担任这个他演唱会的嘉宾？然后我就想说，到底何等荣幸可以担任他的嘉宾？然后刚好今天我们089舞蹈工作室老板娘在哪里？他刚好也有来现场，然后他来看我们演出，然后我觉得。耶，给他掌声鼓励，因为其实呢，做一个单曲非常的不容易。对，这应该知道。不讲，因为没有烤肉。没有烤肉。对，然后呢，大家可以在 YouTube 搜寻089舞蹈公司 YouTube， 对，然后呢，可以去听，我们陆续开始会做一些单曲的推出，然后都是主语的创作，很棒，耶，谢谢大家，好，谢谢，谢谢阿德，他刚说的089那个舞蹈工作室是这样说的，你是。老板算是一起长大的，然后一起跳舞。他们夫妻呢，本来是在台北工作，在就是帮一些艺人跳舞。那他们就是想要回到自己的家乡，然后教一些自己的小朋友，这样子，很棒。